Hello， 我是老雷，我还在这儿，吉尔吉斯坦伊塞克湖，我可能还要一个月或者啥，不知道，就等那个签证吧。反正这个地方也不赖，看，不错吧？这个环境，还有一些小孩在那儿玩。然后那边大概有一个200公里吧，就是李白他出生的地方，或者说有的人会说他在那边出生的，叫碎叶。我去过那儿，是一个如果你去过高昌的地方，或者是蛟河，在新疆吐鲁番那边，那是跟那个地方差不多的地方，就是一群废墟，好像是被蒙古人干掉了或者啥。然后我在这儿，这是哎对，上次那个游泳圈坏了，我搞了一个新的，因为我是土豪，所以我就，哎，有一只狗过来，哦，哦，你真厉害。跑到那个植物后面去了。嗯，因为我是土豪，所以我有新的游泳圈。说到李白，李白不是个流氓吗？就是个很棒的诗人，是个很棒的书法家。但是呢，他不是一直会泡妞吗？喝酒啊，而且。他不是老会跟皇上闹翻吗？这是我也不知道是李白的错还是皇上的错，反正他俩关系好像不是特别好，对吧？但是皇上把李白弄死了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过去中国很喜欢把一些觉得不适合待在首都的人，或者是不适合待在国内的人嘛，就让他们搬到什么新疆啊、海南呀、让他们搬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觉得哎，你在那边待着呗，我们这儿不要你了，但是不会把你弄死。但当然有一部分还是会被他们处死，但是，哎，狗，你的屁坑呀！哦，坑呀！你的屁。哦，坏，不理我。Come here. 嗯，你 kleines Vieh. Come here. Come here. Oh, keine Angst haben. 我是老雷，我又不是坏人。这个猪，好吧。嗯，有些小朋友在那玩。就我觉得呀，刘晓波还是那话题啊，就是中国不是一直要软实力吗？软实力就是到处搞一些孔子学院呐、搞他的那些媒体啊，我们也都知道什么新华、人民日报、CCTV 或者啥，他们都有 Twitter 号，有 Facebook 号，然后中国非要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多么的棒什么的，软实力，他多么的文明，他的那些高铁多么的棒。哎，又来了，嘿，他的中国的高铁、中国的高速公路啊、中国的那些高楼啊，中国有多么的棒，中国有多么的成功啊，软实力，对吧？但是在最应该搞软实力的地方你不搞，刘晓波你把他放出来了，他能怎样？他能对你怎样？你把他放出来了，你把他老婆放出来了，你就软实力了，世界就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党的还是有点良心。但是你不你就这样把他让他死在那儿，这个显得
你要么你的医疗不行，你要么你不想让它活，怎么样你都，哎，显得很难看呀。哎，这些事儿。高铁又怎样？嗯，你的水都不能喝了，你的土里面有毒啊，你的空气我们也都知道，对吧？你的奶粉你都管不了，奶粉多么简单的东西，你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？你还觉得好像你有软实力了？其实世界在等待。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Peace.